家，我今天刚上完课，然后现在呢跟我同学来老城吃东西。我已经好几天没出门，因为疫情的关系都线上上课。然后今天同学就说要出来吃午餐，现在是中午的12:30。这一间，就是，比方说我，一边坐一边搞。我们现在在圣麦克酒吧。克尔曼家是。然后我刚刚点的鱼，我朋友他们都点。现在同届啊。瑞。你们没有点饮料。没有，那你要不要又要个杯子倒一点给你？猜啦，因为我喝着是创作者，这个题材是不是？哎，收入。来，先另外先吃。Thank you， 谢谢。你要不要先吃？不，你自己吃，我等一下就好。好哇，你是排，你是约满对的。嗯嗯嗯。上一个多少钱？38块。38乘以8。比较算超大哎、欸。背着不了起，哎，这边就要吃这个。哦。对呀、啊。这是我的鱼排 ，fish and chips， 也是很大一份。嗯嗯。他叫壮，他刚不是有讲过了吗？没有听到。超好吃的，好吃吧？超好吃，尝鲜试试。你有别的尝试吗？因为你们都上次你们来我们家玩，你们班有几个？只有我吃完。我们吃饱了，现在要去饮料店买饮料。那一间饮料店号称原物料都是从台湾运过来的，很厉害的感觉。说好今天的那我叫送你。Green tea，OK、okay。噔噔，我买了绿茶加芒果珍珠，珍珠是黄色的。它的那个 bubble 不是像台湾的珍珠，它是咬下去会化开的，就是里面是液体的那一种。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，而且这一杯好贵哦，这一杯要115元台币。一位即将枪决的犯人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好烂的答案哦！我想念台湾的珍珠奶茶，我觉得台湾的珍珠比较好吃，这里的珍珠就是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如果走在后面比较好走，如果先开了，我们会比较好出去。对啊，我那也不是很甜。我现在
去丢垃圾，一袋，超大一袋。层层关卡，我室友在泡茶，这是泰式的红茶。他说他买一包多少钱？28波。28波，然后我刚买那一杯要13波。你28波可以泡几次？泡个10来次吧。然后还比较好喝。好不好喝见仁见智啊，但是我相信自己泡的比较有感觉。这颜色好橘哦。室友泡了一杯泰奶给我喝，泰奶长这样，橘色，跟我这杯很像。它的茶香很浓，然后再加牛奶的香气。这个芒果不芒果，绿茶不绿茶。我很少去买饮料，因为自己泡比较好喝，然后 CP 值就比较高。它那个珍珠不是那种 Q 的，因为它里面可能是那种芒果的冻，可是是液体，因为你一咬下去它就会砰，然后吃的就很空虚，因为我就是想要咬到 Q 的珍珠。所以我应该要点珍珠，不要点芒果珍珠。可是我就想要尝试一下不一样的东西，不会再买第二次。好饱、哦，那个 fish and chips 超级大一份，然后我刚才又喝了一杯室友泡的泰奶，还有这个还没喝完。芒果长这样，很难懂。念书念书，等一下晚上还有一堂课。我要上课了。Present. 老师在点名中。I'm gonna save you for the tissue.在画画。我刚上完课，然后刚才考完试，现在要跟室友看恐怖片。今天要看的是《食人剧场》。9:46，我等一下去洗个澡，今天就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影片见咯。刚洗完澡，抹个发油，吹头发之前都会先擦一点，要搓热，然后再上在发尾上。这是一个发型师跟我讲的，他说搓热头发才有办法吸收。我突然想到我今天没有吃晚餐，中午那个鱼排真的是太大一份。其实我吃完那鱼排，剩下的薯条其实已经吃不太下，但是我不想浪费，所以呢我就全部把它吃完，结果我饱到现在，今天也没吃晚餐。